精神方面的作业，每天写都写不完，稍微字写的难看，妈妈就变脸。不写作业很可惜，一写作业闹翻天，动不动让我重写，吵得我很烦。不写不写，我就是不想写。不写不写，是烦人的主意，只是说的最快乐的是童年。写完才可以玩天天玩乐园，我先去玩啦。听说有躲猫猫可以玩呢，我走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玩。你赶快写啊，好多作业哦。今天的小剧场就演到这里喽，感谢医生陈夏雨汉克赞助演出，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